二位道长辛苦了一夜，要不然你也到屋里歇息一下，让华龙在这儿盯着。哦，不用了，组织民团的事还需要你们张罗，就不用费心了。也好，华龙，走吧。 你的激将法是不是太过了？我怕大哥受不了。这点刺激都受不住，以后还怎么让我开口叫大哥？可是，大哥如果不肯振作的话，怎么办呀？哎，就算如此，那我也会一直守着他，不管他能不能走出来，我绝不放弃他。 还记得我们结拜时说的话吗？生死与共，永不离弃。钟云飞，别让我们失望。 现在妖兽肆虐，涂炭人境，若是能像那个道长一样，有武功法力傍身，不仅能保护自己，还能斩妖除魔，为民除害，维护人界安宁。我心目中的大哥，一向桀骜自信，从不向逆境屈服，甚至越挫越勇。可你现在呢？不但自暴自弃，甚至都没有勇气面对现实。你这个样子。 除了让亲者痛，仇者快之外，能改变什么？亲者痛，仇者快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哪还像以前的钟云飞？他们应该都失望透了吧？我不能再辜负父去，辜负寒烟了。 更不能再辜负念儿，让你们守了一夜，辛苦了。大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不应该那么骂你。那你还想怎么骂我啊？